把这企鹅弄掉了就输了是吧？这十个跳完他都掉下去了。那谁让你刚刚一下跳五个下来的呢？哈哈哈！步步皆知，我们来拯救企鹅。这怎么玩呀？我们来敲冰块。这敲了之后谁把这企鹅弄掉了就输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呀？输了快惩罚呀？什么惩罚呀？我没有想到。啊，我帮你想到了。谁要是输了，咱们就贴一字眉哟。怎么样？好呀，没问题，我可不会输的，一字眉肯定是你的。哎，才不是呢。那咱们走着瞧。那先看谁呀、啊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哈哈，我先开始。那我先敲一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嘿嘿。怎么敲那么多？我手气好呀。来，你敲呀。一个。哦，要掉了，要掉了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我掉了。我掉五个，看没？然后你刚说掉五个，我还要再敲一个。哎，看我送你几个，来开始吧。我掉了四个，敲十个吧。你跟我玩这一套，真是的。这怎么敲十个呀？这边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十个跳完它都掉下去了。那谁让你刚刚一下敲五个下来的呢？哎，早知道就一个一个敲了，自己送的菇还是自己吃吧。哎、我要尝试尝试一个，我掉了四个了，三个，三个，六个。掉了吧，自己冻的苦果好吃吗？哎呀，失败了哈、啊！真的要贴一字眉，好丑呀！这叫什么？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是吧？一下就敲了五个，怎么样？掉了吧？就贴一字眉喽！好丑呀，可不可以不贴呀？不行，愿赌服输吧，不能耍赖。要耍赖的话，小朋友不喜欢你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不希望我，那我就愿赌服输，贴上一字眉吧。哈哈，精灵姐姐，这回你输了吧？以前都是你爱赢，这回终于我赢了。好丑呀！不丑，可好看了，小朋友肯定很喜欢的。一二三。哦，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是不是好丑呀？好看，好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不喜欢我，我愿赌服输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丁丁姐姐吗？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击关注哟。我的这个也是怪兽，你看我们颜色都一样。你就是个蛋，这真的是一个怪兽，我用魔法把它变出来。布布姐姐，你看我新买了一个怪兽。这什么怪兽呀？这明明就是一颗蛋呀。哪里呀？这是怪兽。哎呦，你眼睛不好，这明明就是个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这是不是颗蛋呀？怪兽呢？这明明就是怪兽。这个才是怪兽，知道吗？它才是怪兽。我的这个也是怪兽，你看我们颜色都一样。你就是个蛋。小朋友们，这真的是一个怪兽，你们不相信，我用魔法把它变出来，你信不信？那我才不相信。真的，你不相信我用魔法它变出来，那你要闭着眼睛哦。那我戴上眼罩吧。好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也不看了，我就不相信它能变出一个怪兽出来。那我戴上眼罩咯。好，你戴上，然后我变好之后，你就可以睁开眼看。那我就要戴上眼罩，现在我看不见了，你可以变了。小朋友们，其实丁丁姐姐不会魔法，这是一个能变身的怪兽而已。布布姐姐真是太好骗了，你看我现在把它变身出来，看，这是一个怪兽。布布姐姐还不相信我，我看我的怪兽是不是和它一样呀？你看，一模一样。好了，告诉波波姐姐，我魔法变出来了，魔法魔法变好了。波波姐姐，我的怪兽用魔法变出来了，你快看。哇、哦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是不是变出来了？你这肯定换了道具。没有，我没有换道具，我真的用魔法变的。我才不相信你会魔法呢。真的，就是用魔法变的。不是，你肯定换了。没有换，你看没有，哪里都没有，是不是没有吧？反正我不相信。哼，我不相信就算了，我没有换道具。小朋友们看着，问小朋友，那你问呀。小朋友们，我才不相信丁丁姐姐会变魔法呢。如果她真的是魔法变出来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；如果不是魔法的话，就发送666告诉我哟。小朋友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哦。布布姐姐，布布姐姐人呢？丁丁姐姐，你要救我呀！我被巫婆婆变成了汉堡，今天我要找布布姐姐玩。哎，这怎么有好吃的呢？嘿嘿，等布布姐姐一起来分享。哎，布布姐姐，布布姐姐人呢？我还说等布布姐姐来一起分享。哎，她不在，那我就自己把这个汉堡吃了吧。丁丁姐姐，你别吃我，我是布布姐姐呀。啊，你是布布姐姐，你怎么会变成汉堡了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丁丁姐姐，你要救我呀！我被巫婆婆变成了汉堡。啊，你中了巫婆婆的黑魔法呀？那我怎样才能救你啊？丁丁姐姐，你看到你面前的拼图了吗？你要是把拼图拼好了，我就能变出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现在赶快把拼图拼好，救出布布姐姐吧。那我现在赶快把这个拼图拼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发送小红心为我加油助力，我赶快把这个拼好就能救出布布姐姐了。你们一定要发送小红心为我加油助力哦。这个放这里，这个长长的鼻子放这里，还有这个是放这里的，这是它的耳朵，放这里，
小朋友们一定要发送小红心哦，为我加油助力，马上就快拼好啦。好了，终于拼好了，太好了，布布姐姐终于变回来了，我们又可以一起玩啦。对啦，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发送小红心帮助哦。小朋友们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关注哟。棒棒糖，你别在我的包里面了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没骗你，我真的有棒棒。布布姐姐，你看我新买了一个拼图，我也没怎么玩过，要不然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来打开看看。好呀。哇，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卡片呢。哇，那我挑一张呀。我喜欢这个小老鼠。那我就挑一个这个吧，看看。哇，这个长颈鹿，我最喜欢长长的脖子了，最喜欢它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拼吧。哈哈，我要拼小老鼠喽。这是小老鼠的大耳朵，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身体，脸，然后就是梯形的这个，然后是这样。呀，我的小老鼠拼好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我的小老鼠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喜不喜欢呀？好啦，完成。布布姐姐已经拼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该我来拼我的长颈鹿了。这个呀是长颈鹿的脸，这个菱形是长颈鹿的耳朵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呀是它的犄角，放这里，再找一个，放这里，还有一个正方形，它的脖子连接处。好啦，我的长颈鹿也拼好啦。哇，布布姐姐，你拼的小老鼠可真好看。哇，你拼长颈鹿也好好看呀。对呀。丁丁姐姐和我一起分享拼图，我很感动。我送你两个棒棒糖吧。真的呀？你有棒棒糖可以吃，那给我吧。哎，棒棒糖，你没在我的包里面呢？你是不是骗我呀？没骗你，我真的有棒棒糖。棒棒糖呢？我可没看见过。我明明刚刚都在这儿的呀。我也没吃过你的棒棒糖，你看吧，我兜里啥都没有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棒棒糖去哪儿了呀？怎么都没有呀？谁给我偷吃了呀？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你们知道我的棒棒糖在哪儿吗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来，布布姐姐，我们玩这个推积木怎么样？你看，我自己慢慢把它堆得这么高。玩呀，但你这个要推倒的话，得有惩罚呀。惩罚？惩罚是应该有，但是我没想到。没想到呀？没有，我帮你想到了。啥呀？你想到了啥呀？你要是推倒的话，就学猪叫。来吧。石头剪刀布要赢啊！你赢了，说不定你的救就是你学猪叫法。来，我们走着瞧，你先开始吧。我现在要敲积木啦。我先要敲几个呢？先敲一个吧。先敲一个，敲啊，敲这里。给你了，给你，自己自己想吧。这个我就算了，你看我的。推两个啊。一个，两个，嘿嘿，拿下来了吧。三个。倒倒，然后推下面的吧，安全起见。哎呦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，然后推五个是吧？嗯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推有六个，你自己再推吧。来，你看我的，你要推七个哟，一二三。倒了吧，倒了吧，接受惩罚吧，丁丁姐姐，我就说那学猪叫绝对是为你准备的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失手呀？全倒了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赢了，学什么叫呀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你会，你会，你不能耍赖。那好吧，我还是接受惩罚吧，不然以后布布姐姐再也不跟我玩了。哈哈，接受惩罚吧。丁丁姐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了吗？丁丁姐姐，我怎么学的挺好的是吧，小朋友们？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击关注哟。